得这一群女孩都偏漂亮跟偏好棒啊、哦、我好开心是今天用这颗吗对不是这个很简单好棒啊八点要到机场对一点半从家里起床从我家床上醒来这是我妹说大姐你今天不想坐飞机吗不要走小姐姐 Yuri 日常小心你们来美国刚好月经来是吗我可怜哦吃止痛药了吃止痛药可惜今天天气不好，感觉可以、啊，但这里拍起来很好看。我是从业的人士，让女生安静的方式。我们到了道清球场，耶！先来开买一波，买呀！哦哦，还有 A 的帽子，这个帽子卖超了，可以吗？很大顶哦，天大顶哦。L A 的球，对对，还有什么？这件很像那个富邦的配色，富邦蓝，跟我今天穿的一样。这杯子好可爱哦！谁拿什么？就是要他们喜欢什么。这外套要台币9000多块，哇，买不下哎，怎么办？赢乐买吗？送球迷吗？这个可以。这500块。请问一下，这个帽子发生什么事？最新流行什么猫毛帽？太多了，一个脏的、欸。我带我的猫来 LA， 这是谁的猫？你有带？我没有带别人的猫出来。你看，美好大哦！而且他们的椅子是那种水蓝色的，会不会太美？台湾。I like it. I like it. Let's see more of this. For the Golf Glove Awards.这边听说最多可以容纳60000多人，然后他们就是连下面的草坪都也会开放座位，超级大。哦哦哦！耶，很松软呢，这场地也太赞了吧！红到吃土豆，上课开心吗？开心，非常开心，第一次，真的假的？有梦了。有梦啊！开心吗？开心开心，第一次来吗？当然，真的好赞哦！哦，喷水喷到这里来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怎么骆驼怎么了？肩膀很宽，但他很矮。看一下，看一下骆驼。
整条路都是他的笑子。就是要带大家去学回学校啦，回学校啦。听说银乐没有去过环球影城，是吗？你第一次吗？听说 Yuri 不敢玩，只需要陪车。我带你去。解锁环球影城的球球，是玛丽莲梦露本人吗？你好，拜拜。我是 VIP 的贵宾，我们今天。什么都可以玩得到，对，我们今天什么都要玩哦，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吗？不太可以。我们的导游颜值好高哦。对啊。Hey, my name is Anthony. I'm the VIP guy. Anthony. Yes. You are so handsome. Oh, thank you. You're so beautiful.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all. 我们的是 VIP. VIP tour.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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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 Yeah.这里是他们的片场，然后他现在在为我们介绍，就是环球他们所有的很多电影都是在这里的片场拍出来的。然后呢，这里的片场只有 VIP pass 的人才可以看得到。哦，这个是那个什么？哦，忘记那个什么？电影对，什么家族的那个 Harry Potter 的？对 ，Harry Potter 的那一台。我们的睡觉时间，对啊，睡觉时间好像是四五点，对不对？好，对啊。VIP 的吃饭地方吗 ？VIP 的法费餐，牛肉哦，吃牛肉可以吃啊。真的会影响那个品观。对啊，真的。但没有说很多话，所以还好，就只是要一直记得要录影。VIP 没办法先逛。不能吗？不能买吗？不能买那个棒子吗？第一个要玩的是《哈利波特》的乘车游，你准备好了吗？好了，你用这车吗？对，可是这个很简单。啊！是用这车吗？对，可是这个很简单。Yeah.
个 vlog 上片的话呢，你就来抽签名球，还有 A 特别的版本。